乜咧？今集翻嚟呢只啲折磨系咪？我今集可以继续做下啲支线先啦吓。之前嗰个边个啊？系啦，裁决兽系啦，放猛过嚟啊！咁啊，今日阿谷嗰边可以去揾佢啊。跟住呢啲就冇啦。过去几日峡谷嗰边问下佢，啊顺便及下啫，及下黑球兽先。啊，同埋最近新作嗰边啊，即系客追忆嗰边，都仲未见到有女主角嘅情报图公开出嚟。正常过咗咁耐，应该都咩噶啦？即系如果冇嘅话就，话唔定真系，可能今集真系冇女主角啊，无意外，反而系多咗一个女角色咯。多咗一个女角色啦，好啦，去夹峡谷先啦。即其实我依家又谂紧合唔合咗呢两只嘢做金角武神兽嘅好咧，但合咗嘅话，啲寿命又要重新调整过，好麻烦。都系唔好合啦，都系唔好合啦，由得佢啊，由得嗰两只嘢咁样啦。set 寿命嗰度真系好好。好难搞，费事又 set 过啊！等啦吓，等迟啊，下一世代进其他，跟住同啲村民合体算啦，同啲村民合体啊，咁啊唔怕影响啲寿命啊！即系下一代我可以进翻战斗暴龙同钢铁胶老老啊，跟住两只分开同村民嗰两只战斗暴龙同钢铁胶老合啊，跟住就可以有两只奥米加，哇正，谂起都爽啊！嚟啊！决胜负啊！你系之前嘅啊？你即系话你就系 Leo， 你点解要发嗰种数码信息啊？唔系你发俾我咩？唔系你发嘅咩？你个样好似同之前唔一样。我觉得情况有啲奇怪，所以都系嚟确认一下。我大概明白。喺嗰度，我哇！冰傲家啊，冰家兽。丁教授系你做嘅，系咪？系你发送出假嘅数码信息啊，挑拨我同 Leo 啊，然后伪装成我嘅样啊，以假嘅裁决兽嘅身份到处作恶，系咪？但你两个个身形差好远喎，点伪装你啊？我唔知道你又讲咩，你只系喺度老吹嘅咋？喺呢度之前唔系同冒牌嘅我战斗过咩？你有注意到啲咩吗？对手好似用兵系啊，那个脑嘅位置好似有啲歪啊，明明系自己个名仲结巴。呢只铁证啊，接受欺负孩子们嘅制裁噶，合细脑啊，我护剑都穿帮啊，冇办法。但系我今日有战胜可恨嘅你嘅秘技啊！哇！俾咩技？人哋够极体，你先至成熟期，边有得打啊，大佬？啊，冇记错，裁决兽好似系够极体啊，有冇记错啊？定完全体啊？好似系够极体啊，系。我唔会俾邪恶有壮大嘅机会啊，就以呢招轻松解决啦。咁啊，总之点都系高级过嗰个唔系咩冰甲兽啊，冇得打啊！对唔住啊 ，Leo 啊，冇估到竟然会出现利用我身份嘅家伙啊！啊，系啦，我谂到个好方法，我只要平时都留喺你嘅镇上就好啦。咁样一嚟，就算出现咗冒牌货，都可以证明佢系假嘅。好，咁啊，事不宜迟啊，今日我请你多多指教。加入埋，应该都过一段落啦。哎，よいか、嬉しいな。又系研究区。去保护镇上的和平。哦，系啦系啦，我凑细路啊喺度应该啊。今日嘅镇上都相当和平，梗系啦，因为太过和平啊，我有好多空闲时间，所以我谂我必须要传授你正义之力同技能。啊，同时都为咗唔俾我自身之力生疏啊，咁你得闲嘅时候再嚟揾我。传授技能啊，有咩技能啊？睇你个样，应该格斗系，但格斗系呢招我都学晒啦，
神圣系啦，你招最劲嘅神圣系招我啊！学习正义之力与技能嘛，等我借你一个钟啊！啊！友情牵绊稍微上升啊，疲劳值都上升啊！啊！我技能加烟半啊，咁啊，咁样的话，训练一阵啊，训练埋嗰一两个钟啊，顺便食埋饭啊，食埋个晚饭啊，跟住再出发。你问下嗰只咩有钱人啊？应该系白金鼻涕啊！啊喺呢度啦！哇顶啊！自己走过嚟送死，热身都不如啊！你呢只嘢，啊呢度啊，补个全身啊！我唔系意思啊，你有钱人啊，二世祖富二代。你那边可不可以帮我找白金大便合金啊？我因为很有钱，所以我的兴趣都非常豪华，那就是收集所有白金造成的东西。虽然在金钱的力量之下已经收集到差不多了，但最重要的那个不见了，那个是世界唯一一个绝无仅有的白金大便合金。如果没有它，我的白金收集就没办法完成，所以希望你可以帮我找白金大便合金啊！你愿意帮我啊？但系白金大便合金到底系点唔见嘅咧？我完全唔记得啊！虽然系有啲过分嘅请求，但系拜托你啦！白金大便合金，即系一嚿白金嘅屎啊！太正啦！你真系帮我揾到啊！好不容易又回到我手上，今次绝对不会再被他不见了。咕噜，点啊？食落去嘅话，绝对就不会不见了。我实在太聪明了。我头啊，怎么感觉以前都发生过同样的事啊？我上次都是咁样将合金食咗落去，结果就同大便一起出嚟啊，然后喺厕所冲走了，真是天才喎、啊、你！啊，非常之抱歉啊，都是我自己的错，作为我道歉，就等我加入城镇啦。咁就加入咗，唔使打啊！我仲以为要打添。よいか、嬉しいの。高级到嗰啲啦。哦，你好啊！我仲有好多钱都花唔晒啊，所以我打算大买特买啊，为镇上嘅经济做啲贡献啊。钱多。分啲俾我啦，不如贫富悬殊啊！依家，仲我非常之中意呢间店，我一直留喺度啊！如果你可以了解有钱人嘅心情嘅话，就嚟揾我，我会俾你我哋友情嘅证明啊！你友情证明啊，俾钱我啊！你感觉唔错，算系个普通嘅有钱人啊！好欣赏你，呢个系礼物。咩？进白金大便啊！喺白金大便进化道具，我进鼻涕兽啊！100万开始先系真正嘅境界。啊，话时话嗰个咩飞虫兽嘅书信都仲未揾到嗰只超比多啊！唔知佢匿喺边啊？再问下只黑球兽先。暗龙啦、啊，你应该系小丑王啊！罗辑燕山南方深处啊，龙形非常之中意战斗嘅龙形，系咪战斗暴龙啊？加入咗啦，仲有第二只，
一过去火山嗰度揾到嗰只嘢，跟住应该就可以翻翻去嗰、那个系、那个山庄系啦，揾埋只小丑王。去完火山之后，应该就已经系第二日朝早啦。个朝早就可以同嗰个小丑王玩捉迷藏啦。啱啱好啊，时间计算得啱啱好啊。南面深处，即系匝道啦嘛。南方深处，咪即系边个嗰度？祭司手嗰度，应该系嗰个炎之圣城啊。祭司手系喺西面啊。呢度都有资源。哦，喺呢度都有红色数码合金啊，得一粒啊，仲要挖得嗰一次啊。喂，咁多嗰啲咁嘅天使兽喺度，咁佢就系你啦嘛？你就好似都系合体战争嗰只嚟啊，猎龙兽啊，你就系嗰条友啦嘛？人哋话好劲啊嗰、那个。玩唔到有冇玩唔到练功对象嘅烦恼啊？我觉得我应该几适合噶。我特殊橡胶装甲每次经过实战硬度都会增加，变到越嚟越厉害啊！所以我想不断咁样战斗啊，咁样你都可以锻炼到，好唔错系咪？你隔篱咪有成堆天使兽喺度咯，你咪揾佢嚟打咯。啊，真系啊！感谢啊，咁啊，即刻嚟啦！嚟啊嚟啊！落ち着いてる。そうだ、いい狙い。そうだ。哦，原来系咁，原来系咁，你真系劲啊！如果唔系有呢身特殊橡胶装甲，我应该已经喐唔到嘅。我嘅装甲都觉得好开心。仲有啊，之后系咪可以都陪我一齐锻炼啊？我会珍赏嘅。以后麻烦一个礼拜同我打一次啊，可以吗？一个礼拜恰你一次啊！系，集まって。诶，啱啱好啊！即刻就想瞓觉啦，已经一打完，一瞓埋觉就可以去揾小丑王啦。嬉しいの。训练嘅支援，训练区，因为你升级啊，我学埋先啊。哦，呢度啊，我企喺门口啊，会非常之严格嚟锻炼你哋啊。星期日嗰阵我都喺呢度啊，咁啊多多指教。今日好似唔系星期日咯。咁样就去揾嗰只咩啦？好似冇新嘢啦嘛，系啊，得翻两只啦，暗龙，跟住就别墅嗰只小丑王啊，应该就系啦，即系我谂打埋呢两个啊，捉埋呢两个就巴得机噶啦，已经差唔多啦。将暗龙兽之前睇都有留言话可以进呢个翻掌狮子兽仔去同佢打，咁佢嗰个可能要放后啲啊，即至少都要等呢个世代死咗先啊，等下一世投胎转生嗰阵时候再进呢个翻掌狮子兽仔同佢打。其实我已经谂好咗下一个世代可以点样玩啊，一直进翻掌狮子兽，一直进翻到战斗暴龙或者钢铁胶老老啊。跟住翻掌狮子兽打完只暗龙之后咧，跟住佢加入，跟住咪可以去同佢合体咯，用翻掌狮子兽啊，可以合嗰只混沌兽啊，翻掌狮子兽同暗龙兽嘅融合啊，跟
跟住佢加入咗做咗村民啊，即刻去揾个合体啊。跟住另外嗰边只战斗暴龙就可以啊揾村民嗰只钢铁加鲁鲁合体，跟住就可以一只奥米加加一只混沌兽啊，哇正！啊个世代就咁样啦，就咁决定啦。你得份奖，玩捉迷藏嘅份奖，你真系好慢啊呢个，啊等咗好耐啊你。唔知道自己企喺度，应该都过几两个月噶啦。嚟，得，我已经谂到一样，谂到一个方法去对付佢。喂，做咩？仲有信息嘅？喺西岳湖先，附近好似有小丑王嘅气息，即系原来都仲会有提示你嘅，哦，但系就冇讲到感叹号喺边。好啦，唔会匿喺间房入面。喂。睇嚟唔喺度啦，诶，闪！哦，就喺呢度啊！仲会感觉到有气息咁犀利嘅，哇！即系主角李晓见闻识霸气啊，仲唔喺度？诶，又唔喺度啊，但系。又相当接近嘅，即系睇见你系辛苦啊，咁摄喺度，咁漂亮啊！即系只系啱啱开始，跟住落嚟会越嚟越难。跟住可以睇先，可以去。应该唔会翻翻去佢原本嗰度啦，系嘛？唔会翻翻去吸血魔嗰边，所以我觉得咧，应该去嗰个丧尸暴龙嗰边及下。咁基本上系嗰山庄，如果用区域嚟分嘅话，就唔好多啦，三个区域：街道、墓地同埋吸血魔兽嗰边嗰个别墅啊。咁啊，街道已经揾咗啦，咁佢应该唔会又匿翻喺街道噶嘛。即系得翻两个区域可以揀嘅啫，一系吸血魔嗰边啊，一系就墓地嗰边。但吸血魔嗰边就系佢一开始同我哋讲嘢嗰度，应该唔会翻翻转头住啩。所以呢度我决定揀咗去墓地先啊，墓地及下先。如果错咗嘅话就老师傅重新嚟过咯，要怕咩啫？有师傅啊！等下，佢反而系匿翻喺同一张地图啊，仲喺呢度？哎呀，唔系喎，仲喺呢度？同喺入面，又好似唔系啊？系喺出面啊！真系呢个位，就呢个位，相当接近啦。佢应该就喺附近噶啦噃。喂，阻住先啦。顶！原来仲剩低一次啊！哇！但已经十八点啦，我决定呢度读一读档啊，悭翻啲时间先啊，跟住可以直接去揾佢啊呢度，就喺棵树度，悭翻两分钟先啦，第三次唔知佢会唔会转区域咧，唔知佢会唔会走去墓地嗰边，定系喺翻同一个位啊？诶，补个存先啦。
即如果佢话唔会转区域嘅话，都还好啲啊。即系净系喺街道嗰边同你玩啊。即你话如果会转埋区域嘅话，咁真系好问水啲时间。认真，你只系行过都已经起码去咗两三分钟啊。你只系转个区域啊。诶，睇嚟唔喺度啦。冇啦，佢呢个真系难。佢第三个呢个真系难，即系以往你去啱咗某个区域咧，跟住佢都会有个气息话感觉到嘅，跟住你再行近啲就会话好接近啦。今次我三个区域都行过晒啊，啊翻翻去别墅嗰边啊又啱啱，完全冇气息啊，完全冇话感觉到有气息啊，啊翻翻嚟呢边又系感觉唔到有气息，跟住头先去墓地嗰边又系啊，哇顶佢！即真的要彻底地自己手动去调查，完全要靠自己找啊！但已经时间都差不多了，但系廿点啊，不过好在补一串啊，就算够钟嘅话都可以读档重新揾过啊！哇顶，即系佢呢度又大啊，顶佢个肺，逐格咁揾真系超花时间啊！好啦。街道嗰边就大致上都已经差唔多都揾过晒咁滞噶啦，连啲屋都入过去睇过晒啊，都唔系好见到啊。依家就过嚟呢边啊，墓地嗰边再揾下。即如果呢度都揾唔到的话咧，就翻翻去别墅嗰度再详细揾下。唔知道街道嗰度有冇揾漏嘅，老实讲，因为其实真系。都几多位啊！你睇佢第二次，佢成个人塞喺棵树度啊！即可能我怕佢又系咁样，第三次又唔知点样塞入去啊！跟住可能系我揾漏咗都话唔定啊！啊顶佢个肺真系，仲要系冇气息啊！可能佢唔知摄咗落栋大厦度定唔知点啊？你嗰条粉枪会唔会摄入去个坟场入面啊？嗰啲墓碑啊！摄入去个咁嘅墓碑入边啊！诶，有气息喎！摄在边啊？条粉肠呢度，唔会吧？冇谂到，真系有啲难以置信啊！完全冇谂到，你居然能够全部通过啊！就算系估嘅，都话你运气相当强啊！呢个真系完全一啲提示都冇啊！你头先睇下嗰旧嘢啊，嗰应该系啲琴嚟系嘛？钢琴啊，定个柜啊？完全系见唔到佢有嘢突出嚟啊！唯有系靠乱揿嘅，如果能够更有趣就好啦。不过都冇办法啦。至于你过关嘅奖励啊，我就多度阵啦，我会持续关注你追求嘅嘢。又多保重啊！我顶，我仲以为佢摄喺啲凳度啊，打横瞓喺入面啊！闪啦吓，嬉しいの。游乐场，啱啦，做小丑嘛，啱晒佢啊！你嚟咗，我等咗好耐啦。咩啊？只要以我魔术锻炼过嘅技术同眼力 ，Lucky 硬币对我嚟讲只系手到擒来啊！但系咁样就太无聊啦，所以我有个好主意啊！可唔可以借你个伙伴做我新魔术嘅实验对象咧？你协助我啊，俾 Lucky 硬币嚟啊，俾钱我好过啦 ，Lucky 硬币咩鬼用咩？吓吓，你变咩魔术啊？你变嗰啲黑魔术嚟啊？有事系，报个传先，报个传先。打，睇下可以变啲咩？
夹硬将我只嘢变咗做第二只嘢出嚟系嘛？啊，我变两只欧米伽出嚟啊！呢、這个冇乜太大影响啊，减十公斤，啊，当赚咗500，咁样就，我最系佢会将我只嘢啊变咗做第二只嘢啫，即系应该都会有机会加下啲能力咁样啊，可能突然之间力量啊上升咗咁样，可能都会有啲咁样嘅效果，我觉得，冇噶啦噃，做埋佢爆得机噶咯，其实依家系咯，依家系得翻只暗龙啊嘛，系咯，系咯，冇添啦，直情系得翻只暗龙，佢唔讲其他添啊，只黑教授，但暗龙我又做唔到主啊，不如就啊，不如去爆机咯。过埋今日啦，过埋今日啦，都19点啦。钓埋个鱼啊！决战前夜啊，最后一觉啦，你哋。我休息。啊，好好咁瞓啊，养精蓄锐。有未啊？啊，有啦。最奇侠。咦，呢、這个好似好嘢嚟喎，好似系奥米加嗰嚿系嘛？我系啦。直接进奥米加，保留翻先啦，咁样，先，餐厅，4条8，全7啦，唔该 ，OK 啦，先睇埋啲道具先，准备一下，46个够用啦。好似嗰啲都齐噶啦，系嘛？系啦 ，OK 啦，大 MP， 啊买咗10个啦，点啦？准备充足啦，我准备嚟啊打呢个最后一场战役啦。不过今集咧时间又差唔多啦，我哋留翻下一集，下一集真爆机啊！今集是决战前夜的准备啊！下一集啊，记得继续睇埋佢啦。呢个系列应该都差唔多可以告一个段落噶啦。咁啊，今集就嚟到呢度就完一完先啦吓。下集继续啦 ，see you 啦。